要把这个看成痛的。所以说我把设计上预备开始画射，那个炮管炮弹响一点啊，砰出去，后面是一定要一堆那个哈、啊、那个烟啊，啪啊，以前的哈、啊、炮兵啊，十个炮兵啊八个同志啊，是吧？你这个更坏掉。为什么说这个野战炮兵呢？还有大小炮，野战炮兵最小的炮叫重炮，最大的炮叫机动炮，再来幺六五啊，再来幺五九、幺五加，再来就是炮兵。这门炮呢，最后一次。而且呢，铁呀、啊，这个海水呢更容易生锈，哦，好，更容易生锈。